工作日的画廊是刘一伟最爱的地方，可以舍掉喧嚣，一个人静静地欣赏画作。酒话不容易听懂，这画酒也难看明白。这幅出自西班牙先锋艺术家的作品，表现的居然是酿酒时墙壁上的霉菌斑。原来这些看起来稀奇古怪的黑点，才是让老酒回味绵长的密码。哪里才会有画中描述的神秘场景？这些霉菌又会转化出怎样的佳酿？酒是陈的香，朋友是老的好。想起一周后要给一位留美20年的老友接风，他决定先订购一瓶老酒。有时候拿出一坛陈年老酒，你只愿意给配得上这个陈年老酒的时间长度的友谊去品尝。有时候老酒的时间可以用来衡量我们友谊的长度。多年后重逢，刘一伟希望与老友品尝老酒的同时，也给他讲讲老酒的故事。发源于岷山主峰雪宝顶的涪江，流经85复兴时，雪山融化出的江水中孕育了一座千年古城。这里便是位于北纬30.9度的射洪城。北纬30度是世界公认的黄金酿酒带，也是这颗蓝色星球上水土气候最宜人的地方。藏就被发现。因为盐与酒，更多的宝贝在这里长大。当然，还有喝了两杯之后就诗兴大发的各路大神们。射洪春酒含仍绿，绿蚁新醅酒，红泥小火炉。而这抹绿色，就是因为当时酒曲的霉菌颜色所决定的。所以人们形容酒的颜色，往往以绿为标识，也就有了所谓的灯红酒绿。酒最早是用来祭祀的，祭祀曾经就是人类最大的艺术活动，音乐、诗歌、绘画最初都来源于祭祀。酒就是催生这些艺术的源泉和催生艺术的灵感。王羲之没有酒怎么能够写下那一幅字？杜甫、白居易、李商隐，哪一个和酒没有关系？在涪江南侧的几栋80年代建筑中，12万吨老酒在这里避世而居。
这些酒足够与地球上每个人分一杯羹。他们虽然已经在这里安放了43年，但依然充满了鲜活生命力。哇，李老师，我给你介绍一下吧，这是我们公司12万吨老酒的酒库的其中一个酒库。哟，那这个库里面大概存了多少酒呢？200吨左右。200吨？对对对对。都哪个年份的呀？这都是70年代、80年代的酒，慢慢的一直的储存下来，延续下来。哟，也就是说从70年代开始，对，每年都会存上20%的好酒。那我们好说不说好尝，我们来尝一下这杯酒。这可以尝吗？可以可以。你们都不是都已经封存好的吗？一直来的特色客人肯定要请你尝一下我们这杯是，说说，88年的酒。这我看看，1988年。对对对对，这个封条呢都是中国酒业协会年份酒联盟给的封条。对对，他对我们这是第三方的一个认证、证明。哎，不是说你随随便便拿点酒说、我就32年前的，那不行。这个要我们有第三方的这种一种认证。哎呀，尝一下88年的，我来行吗？好，你来。好，你看这个少一点也可以，太珍贵了。对对。哦，可以，你看这个挂丝，对对对对，那可以喝点哈，尝一下，哎呀，先尝一下，这个真是一种福气和缘分。哎，你感觉就是像一股那个水，一股香气，这么过来，就像一朵花突然绽放，对 对, 对，然后有不同层次。那一坛酒在坛子里面，其实跟我们人一样，每一天都不一样。它每一天都在发生变化，它每一天都在接受大自然给它的洗礼。李作宏，角色酒体设计师，经验值25年，拥有各项关于白酒的超级必杀技，天字第一号技能就是品酒。别看他现在是信手拈来，10年前刚品酒时，他可是付出了血的代价。这个舌头应该叫立缝立口，我们尝了几天后，我们会叫流血。我们平时在尝酒，我们要把那个酒吐掉，还是吐掉酒的过程，其实把我们的唾液吐掉了，人就没有精神。为了训练味觉的灵敏度，他取自来水、河水、纯净水、蒸馏水反复比较，最终找出差异。百炼成钢的舌头让他成为了高级品酒师，白酒国家评委。如今，他只要端起酒杯，这杯中之物就再也无处遁形。对于陶坛里的这些老酒，他更有一种知根知底的自信。道具装备统统是累赘，甚至连眼睛都显得多余，只要一尝，这酒的生辰八字就立刻了然于胸。陶坛的酒和我们人呢，它是有情感的，我们感觉它是一坛酒，我们长时间和它的沟通和交流中，我们会找到它的心声，慢慢的对每一坛酒，对每一个库房酒，我们心住了心中有数，了如指掌。那么我们在酒的设计中，我们就是顺手拈来，可以一起喝成。尝过了老酒，也见识了酒龄高手，刘一伟更加好奇，这么好喝的酒，可得去见识一下它的制造过程。福江边上半山腰的地方，一个叫312的厂区，这里能不能满足他的好奇心呢？龙总，幸会幸会幸会，久仰久仰。哦，你是大咖呀、不不不，您是大师啊。龙远兵，一个称自己是微生物保姆的国家级酿酒传承人，手里掌握着舍得酿酒的独门秘籍。一个40-50平米的房间，脚下是跟地毯一样，墙呢黑乎乎的，顶儿也黑乎乎的，这是个什么所在啊？
制作黄金酒曲的一个地方。黄金酒曲。黄金酒曲。这个地方啊是一个间空置的曲房。这个曲房啊，这是相当于一个电厂，这些稻草里面啊、麻袋里面，还有整个曲房里面，这些都是我们这个有益的这些酿酒的微生物的一个载体。那是你们培育出来的还是自己来的？这些霉菌都是我们父亲培养之后，然后在这里面生长的，它都是来自大自然。几千年来，甘甜的水都是酿酒人梦寐以求的血液，舍得老酒的血液就在来自地下400米的驼泉水。从这里启程，优质的水就开始了成为酒的旅程。酒曲的精髓就是舍糟去杂，曲房平均温度要精准控制在40度，保证生产主力酵母菌及霉菌的活性，还要使能够产生微量香气成分的细菌等微生物稳定。山清水秀之间，黄金酒曲就此生成。你看走进这个房间有一个明显的感受，暖和了。对，暖和了，温度比较高。因为我们在这个酒曲的附近培养微生物的过程中，我们也称为叫发酵，这个整个发酵过程中它也会升温。这些细菌都是我们都可以称之为益生菌，对吧？对，比如说曲霉啊、根霉啊、酵母啊，还有什么细菌啊也有。然后这是一个半子米，还有这个我们看一个，对不对？对，这就是黄金圈。这就是我们黄金酒曲。我们制作黄金酒曲，这个之所以称为黄金酒曲啊，你看是它值钱呢，还是因为它堪比黄金般珍贵，所以说称为黄金酒曲。那有这样的黄金酒曲之后，酿出来的酒，它就我们舍得酒啊独特的风格特征，从基酒的角度来说叫纯甜劲爽啊。作为成品酒来说，我们舍得酒的风格特征是沉甜劲爽，就是沉香突出，它老酒了，对吧？有一句俗话叫大自然才是最好的酿酒师，这句话它的本质含义是我们白酒酿造也讲究风土，这些综合的风土要素它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杯酒的品质，所传承的这种技艺它终归是服务于这些微生物，所以说我们人其实是大自然的保姆，是我们微生物的保姆。曲之于歌是灵魂，而当曲酿成酒，原本清静的水便有了动力，让人遨游天地，领悟人生。舍还是得，在去留之间传承下来的便是智慧的结晶。这种精神属性啊，其实才是我们酒最核心最核心的东西。酒之所以能够传承几千年，而且会永远传承下去，更重要的是它的这种文化的属性，精神的这种属性。射洪县沱牌镇涪江边上曾经的商贸重镇，还保留着一座始建于唐代酿酒作坊，26座明清窖池静静地等待佳酿生成，窖池中深藏着200年来佳酿生成的密码，而其中最关键的因子就是一口古井，它已穿越200年时光的清冽，带给今天每一瓶老酒独特的风味。驼泉酿美酒排名誉千秋，那个驼泉就在这里也是井水。对，这其实就是一口古井。这个古井啊，建于清乾隆36年，就公元1771年，距今已经200多年了，250年左右。它的水质是非常好的，就是这200多年以来从来没有干枯过。没有，从来没干枯过。那咱们打一桶上来看。对，可以。深啊！清代的时候，这26口窖池啊，全都用的是这个沱泉的水，真是清澈见底。你看，一点杂质都没有。有谁可以尝一下？
甜的，对，甘甜可口。对，带回去煮茶喝、哦、啊。这座古酒坊在清代改名为泰安作坊，当时的酒商李明芳取举酒恭祝国泰民安之意。据记载，唐代的春酒、明代的谢酒都是在这里出生，但是他们的出生证明直到2007年才开出来。在对泰安作坊考古遗址的发掘时，一对小巧精美的蓝釉品酒杯惊艳了世人，更装满了舍得酒的前世今生。过去都是发酵酒，没有经过蒸馏，它的酒度很低，都是大碗喝酒，所以说才有三碗不过冈啊，李白斗酒诗百篇啊。这个翡翠品酒杯就拇指大小，就已经证明了在明清时候这个地方已经是蒸馏酒。酒作为祭祀的主角，几千年前就已经装下了祈祷和祝福，人们希望通过它与天地对话，心灵相通，于是便赋予酒更多的模样。玉的酒，瓷的觞，每一个模样都是来自心灵的雕刻，酒就有了人的性情。这叫熟能生巧。熟能生巧，你看都推到那边去了。哎，对，就这意思。啊，哎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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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啊，这个操作你看像什么？就像切豆腐。啊，对对对对对。这豆腐硬点儿，这个。嗯，对。来，刘老师，来。踩这块。哎，对对对。你这么切的时候来。对，你看这块就特别大呀。对，来这么再切一下。哎。整整一天的时间，刘一伟把整个酿酒的流程折腾了一遍。此刻心急的美食家想要尝尝自己参与劳动的人生果实。刘老师，咱们来一起折酒啊。酒就出来了。对对对，按我们传统的说法啊，它出酒的那个量不大。对 对, 对，这个叫缓和蒸馏，它越缓慢，它我们这个酒中浓缩的这种香味成分是越丰富。哦，它一定缓慢。哦，你看这叫看花折酒，看花，看酒花，对不对？看酒花，你看这时间的酒花是很大的，对，表明这时间酒度很高。你可以品尝一下我们这个酒。哦，这多少度啊？这时间差不多是73-74度。那我一尝不就倒了？尝一下，尝一下可以行吗？70多度的酒？对，可以尝一下。我的天哪！嗯，对，不用都干了吗？我们不，这个可以倒在我们这个酒杯里面。哦，对，你尝一下，是不是非常浓烈？哇，这个香，但真的有点烈，就是你感觉那个喉咙呢，的确被刺激，但那个刺激不是辣的，不是扎你的，就是感觉浓，像火，一团火。这就是基酒它的特点，它很浓烈。我们这喝这70度的酒，刚好流出来的酒，那个基酒做这个好酒啊。你怎么还带酒来了？就是想请刘老师尝一下我们刚挤出来这个新酒啊，和我们这个库存的老酒啊，它有什么区别？看看您带的是搁了多少年的？我这里有15年的。哇，你看一下，这个大概是26年，跟您还有颜色这个长时间存放了。这个更加的泛黄色。它是有留意一下老酒和新酒，其实第一个我们可以颜色，如果是这个老酒颜色完全不一样，不一样，淤醇分子和水分子之间啊，它们之间的距离比较大。需要通过我们长期的在陶坛里面这种四季阴凉的环境中，去让这个酒的淤醇分子和水分子和我们香味成分慢慢的结合在一起。另外一个就是通过这些物理的化学作用，让这个酒体更加的沉香、舒适、绵柔、顺畅。这是我们的为什么要储存老酒来灌装成分的成品，这是个道理。回来尝一下，对你尝一下。这老酒和新酒的确是不一样。对，啊，26年。对。26年以前你在干嘛？26年前，大学快毕业。那时候我已经到北京了。哦。
那我要是回到北京，或者说其他好酒的人，他们在全国各地、世界各地，到哪儿买呢？我们在天猫上卖的手头酒，每一瓶都是老酒，至少是6年以上的老酒。好，名酒上天猫，来，好，干了杯，来。出的壮汉才能抡得动，不过等到要投入10米见方的教池时，可得心灵手巧的妹子才能胜任了。你好，欢迎来到我们头牌 CD。我是我们酿造中心的空姐丁晴。你啥子？空姐？哎，你空姐跑这儿来干啥子？我在这儿飞下班左右。哦，你在这儿里面当空姐说，我以为你是航空公司空姐。没有没有。说哦，我不去当空姐，我来酿酒。是不同的意思。哦。嗯，叶老师小心啦。好，我跟到你哈。哎。这到底是干啥子的嘛？哎，是啊，有时候出这个池子里面的告酒渣也是一些小嘛。主要是抓东西，扔东西哈。哎，对，就是。好。抓了又丢。好。走了呀，哈，梁子。好。啊，放心。看，有没有飞的感觉，梁子？有。这样的操作在很多的现代化车间里面都有。在舍得呢，人家小姑娘把自己称之为空姐，下面就是在。哎，对，他们现在在降温，在那个酒糟降温，降了温，然后持续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入锆，小马路那边的锆。那你这个活路还可以，不算是体力活路。哎，就是，算是技术工种。哎。啊，又开又关。
就在舍与得之间去平衡自己。对，谢谢。就是开水白菜，白菜啊，这是我们四川的名菜啊，喝点汤。哎，好，这个开水白菜，一般人也可能不太了解啊。所谓开水不是白开水啊，是吊了三天的高汤老汤，要突出这个酒的味道，所以说最初上的菜应该是偏淡一点的啊。哎呀，喝酒的朋友们，这个舍得酒啊，喝了这个酒，真的要想一想，你能不能够舍去很多跟一些毫不相干的人应酬的时间，得到两个真正的好朋友一块儿喝这样的酒，这也是一种舍得。对，来，对，来，欢迎啊。正如诗人贺敬之所说，在中国文化中，诗与酒从来是最佳拍档，这也是属于涉红的风流。也许再喝一杯时，品味到的不再只是老酒的醇厚芬芳，更是来自远古的积淀。梦常常将我们引入自我关照的内心秘境，如何与自然天地沟通，如何在不同时空的关系中领悟舍与得的智慧。酒看起来像水，它的性像火，这团火在我们的心目当中可以点燃我们心中的火。你能不能够掌握舍与得之间的这个度，就证明你是不是一个拥有生活智慧的人。虚与实，梦与醒，在十三个梦境中，微醺的状态得到了最好的诠释。刘一伟不仅收获了老酒，更珍藏了老酒的故事，将要在一周后的接风宴席上与老友共赏老酒的醇香之中，寻找内心向往的奇遇，遇见真实，也遇见梦境。